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。嗯，前几天网上出了一款 APP， 啊，就是用户付费让主播陪自己聊天的。啊，他居然推荐我去做这个，说这个挣钱很多呀。这个事儿吧，我解释一下。有一次是我一个朋友在一块吃饭，说他有这么一个平台 APP 嘛，挺火的，就问我有没有合适。我说我对象这边形象各方面都挺合适的哈。我说他没事在家就老爱翻个手机刷个微博什么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说是让他去锻炼一下跟人交际什么这方面嘛。我说那个东西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哈。他说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我回家我就随手跟他一说，当个主播呗。后来他很不乐意，我也就再也没说啥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在一起有快乐时光吗，姑娘？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两个在一起2年了，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想我们之间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的话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每次在生活里边每一件小事，他都能让我搞得特别不愉快。这怎么会呢？因为他这个人嘴巴就很毒，自以为是的开一些很恶趣味的玩笑。哦，小片里好像说过这事儿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在微博我刷微博看到了一款就是新出的吹风机，然后这个吹风机当时介绍的时候是说啊，吹干头发又快又不伤头发什么的。这个博主推货的时候就说啊，人家有一个男生买这个吹风机买了3个，给自己的妈妈一个，女朋友一个，女朋友妈妈一个。我就把这个截图，当时我也是无心，觉得撒撒娇吧，截图发给他。然后我说哎呀，你看人家别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呀。对，那就是别人家男朋友，又不是你男朋友啊。对，然后呢？因为我怕他有经济压力，我就说啊，其实我也并不是怎么太喜欢这一个吹风机，我觉得它还挺贵的。那我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？我那也没说什么呀。对，你是买了。他当时跟我说，那人家这些人长得漂亮，人家用个好的吹风机，那你长那么丑，你还值得用个这个吗？用个便宜的不也一样？从小不喜欢别人拿我比较，何况我是他男朋友，然后他拿着别人男朋友来说我，我心里吧多少就是不是那个滋味，我就想怼他一下子。他后来还补刀加了一句什么说，你让别人送你爱马仕的女孩，你自己首先得买得起香奈儿啊。那这句话我就实在是心里就过不去了，你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还配不上一个吹风机吗？这句话是我看那个朋友圈，朋友一吐槽一个人，我正好那个时候我心里有气儿嘛，我就是复制给粘贴过去了，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事儿，我就这恋爱谈的还有别的吗？我们的每一件小事他都让我觉得特别不愉快。哎呦，还有呢啊，说前段时间我下楼梯不小心踩空了，膝盖撞到了台阶上，当时膝盖都凹进去一块，我真是特别疼。我寻思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，我说我下楼买柚子的时候踩空了，撞到台阶上了，挺疼的，要么你赶紧回来给我看一看。那你当时回了我句什么呀？我说这个季节冬天的柚子甜吗？但是我那个时候怎么回事，我是在那搞策划方案，很着急要加班嘛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出门，我记得他跟我说是脚磕了一下子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有事的话肯定会很着急让我先回去，他知道我工作忙，然后我也不能不回他，我只能就简单回了一句，结果就又弄得很僵。那我告诉你，主题是我下楼把膝盖磕得挺严重，我很疼，你就问我柚子甜不甜，你只关心那个柚子吗？你关心过我吗？我回家第一件事就看你的腿，有事的话我带你去医院吗？就是男生在不切实际的时候去开一些他认为很幽默的玩笑，但是女生完全是接受不到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这倒没什么恶意，你也不用把它放大的去想，他不关心你，对吧？他就是不关心，他心都不在我这儿啊。比如呢？那我今年春天有一次出差，然后出去了大概得半个多月左右，他是真的是一个消息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每次是我忙完了这一天的事儿，我回到酒店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告诉他这一天干嘛干嘛了，期间一个消息都没有。嗯，然后我跟他就是撒个娇嘛，我说好想把我自己装进邮递的那个盒子里，可是快递员不收我呀。你当时开了句什么玩笑？我说你那个弄个骨灰盒回来吧，我那个就是开个玩笑嘛。他告诉我骨灰盒能装得下我。